北京冬奥会让观众热血沸腾，南方的冰雪热情也很高涨。接下来上场的是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荣宝，荣宝已经开始热身了。大家什么都没听到，我们继续。由于腿短，不是由于太高，荣宝费尽洪荒之力终于扑腾上了电脑主机，不是山顶。荣宝开始冲刺，他的速度目前无穷能敌，甚至已经冲出宇宙。荣宝超级跟超速往前冲，闷手球进了，太意外了。此刻荣宝全神贯注，站上了全村众筹搭建的单板滑雪赛道。经过一天的冷冻，赛道略显疲态，荣宝的滑板竟然是折耳根。这波赞助可以说是相当的到位，无愧是来自四川菜市场，这个全中国最内卷的地方。国家非遗成都糖化加持，现场甜度爆表。荣宝准备挑战求生极限四 A， 漂亮啊，是半 A， 看来荣宝过年没少吃。现在举行颁奖仪式，指针开始转动，荣宝将会带走什么奖品？结果是老虎，虎虎生风，荣宝接力，今年六月成都见。